看清楚了，就是这条线，让民众看了忍不住质疑，到底工程品质在哪里？没看错，路面人孔盖工程施工完毕，但一旁的路标线竟然是整个歪斜。网友看了直呼不可思议，甚至有网友将原来的模样抛出做对比。没看错，同一个地点，同一个水沟盖工程，但一旁的黄线却是一大段整个不受控歪了出来，让人看得超不习惯。施工品质，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了，就本着规划去恢复原状了，不能说因为施工单位一时的疏忽而造成用路人的极大的不方便。地点就在桃园移出路口，看到这样的画面，网友大酸，这样的标线品质难道需要把患有强迫症的网友整个心情变糟，路过非得停下车来把它给导正吗？原本是换上去是正对直线，然后因为龙船它打开之后再转回去就跑偏了。管理单位表示会派员前往调查，然而仔细看标线位移点并不是在人孔盖上，工程人员顶着烈日来回在地上标线，仔细看是先将标志或字体打上底油，才能开始涂上耐磨漆。一般来说，标线工程有分手画和机器画，至于漆料则分为一般耐磨漆和得先融化的塑胶漆。因为考量耐磨漆尽管耐磨，但容易沾污，此外寿命也短。根据公路局网站最新标线工法，现在多改用热塑型的反光标线工法。不同的是，涂刷时得加热溶解，但因为附着力没有一般的耐磨漆好，一旦没有真正附着，整条标线一旦干了，就很容易像贴纸般位移。是不是这个原因？不管如何，相关单位得赶快派人把它扶正，免得落人闲话。记者志展、严靖宇，台湾报道。